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次来继续运行的怎么样啊？你觉得？还可以，他那个断线率什么的都挺正常，速度也还好，跟那个电动缝纫机比起来，相差不是太大。最主要的是人工这一块不需要熟练工，只要会普遍就可以。啊，好，行，好，谢谢啊。